啊，咱国际中心，大家赞，大家好。啊，昨暝有梦到无？有梦到讲，你困起讲已经伫加州的外海无？好，咱继续啊。这个中国甲乌克兰买迄只航空母舰吼，啊，即马电管部到这个瓦亚索，因为。无人机若要落来，爱用瓦斯救嘞，对吧？结果俄罗斯也无爱卖伊这个拦截钢索，这个拦截钢索看改成啊，一般瓦斯呢，毋是哦，这高科技的，爱抡，爱去用，迄无人机落来，迄个冲力真大呢。你若无够抡，无够用，会拖断去吼。所以爱个有弹性，爱个抡有够迄个承载能力吼。啊，结果。这款呢，就基础材料科学工艺。那么中国无这款技术生产这款材料，所以这个瓦斯伊做袂出来。好，所以今次嘛，我毋捌看到讲伊只航空母舰吼，无人机落来安尼刹车停咧安尼毋捌。好，我今次也毋捌看咧。好，所以这《自由时报》甲报讲啊，可能变做一个大型的驳船咧。好。那么，阿强啊，甲乌克兰买这只坦克的航空母舰叫做瓦良格啊，经过差不多10年的改装，因为以前迄个乌克兰要买，都迄阵还袂起好，但是内底有导引，你看啊，这有诶袂，甲闹一挂武器拢甲拔掉去啊，所以伊变成爱搁家己去导引，结果伊引导了哦，加乌引加即型诶。啊，你就知影讲，伊连引擎吼，引擎都做袂好势嘛。我这是真正，伊即只若驶出去吼，若其他国家要甲拍，拢毋免用啥物卫星定位，啊，都看遐咧千五烟向遐甲拍就对啊。吼，免 GPS 吼。啊，因迄阵，甲买迄只叫做瓦良格号啊吼，啊改装了吼，因即摆出来驶安尼吼。啊，咱甲笑啦！哇，他即只真正有够两公的呢吼！啊，拄啊名叫做瓦良公号啊，吼，瓦良格号咯，瓦良公号，真正有两公吼。啊，即下咱甲笑吼，伊即马着阁改名呢，我改施琅号吼，迄阵郑成功迄号即施琅即个叛将，甲吼伊甲叛变，甲郑成功消灭，因甲消灭去。啊，咱即马来讲哦，四人好啊，那台语讲叫做四人好啊。啊，咱甲笑啊，笑甲伊讲好啊，无即马阁改呢，改辽宁号，台语讲啊辽宁啊。我即马咱甲笑，即马后底毋代表阁改啥物名吼？啊，即真啊两公阁辽宁吼，即个原因着倒袂好势吼，啊，阁歪啊说也袂晓做。啊，讲伊这个武器的外用外强，我歹信。伊的迄个舰载机吼，买一封苏联的苏凯的战机吼。啊，你看，若较先进的航空母舰，伊的甲板拢平啦。那么伊这现在爱出安尼，叫做滑跳式。啊，这就是伊无迄个技术做迄个蒸汽弹射无？你说美军的伊拢用蒸汽，甲飞机杀出来，好无？啊，即只就是无即个设备，因为会用做蒸汽弹射，上早就是迄个英国。那么英国把即个技术转移给美国，所以即马头全世界呢，美国也要做呢。所以美国的同盟国呢，要航空母舰要到即个蒸汽弹射，拢爱甲美国买吼。啊，俄罗斯嘛要无即个技术，所以俄罗斯因搞电动要个即款滑跳式的吼。啊，人家美国上新呢。已经要用迄个轨道的迄个磁射的吼，像迄个磁浮列车迄款的轨道，甲你送出去吼，用电甲你送的。好来，啊，这印度啊，这个瓦良公号成军吼，顶悬拢无无人机，那一只航空母舰那无迄个。无人机咧做保护吼，无战斗机保护，即只航空母舰
晒出来包包红拍死哈，拍拍沉嘞。那么即马人拢讲哦，阿强诶科技吼，甲武器偌先进啊哈，啊咱来含个看嘛。你要看美国，伫到四十一年前，吼1969年，印度已经登陆月球。那么到即马已经40几年啊，无其他诶国家有搁去登陆月球。我当然讲即马最近啊，咱2个月前，阿强诶啥物？迄个玉兔号啊，啥？因这个登陆月艇有去哩，但是迄无人诶吼，无人诶登陆艇有去哩，但是安尼就输足济伊啊，吼！啊，这阿姆斯壮不小心撞上月球的吗？唔是呢，迄真正是高科技控制，它缓缓降落伫月球顶端。好，好。那么人美国，因为较自1982年。到的就成立这个太空司令部，好，因负责用人造卫星啊，甲洲际弹道飞弹来保护美国本土。啊，伫这个时阵，拄啊，雷根总统来做总统，哈，伊迄阵下令叫所有的科技单位落去研究星战计划，有无？就是因为这个星战计划。和这个俄罗斯，唔是迄阵的苏联，惊到，和因原来赶紧把所有的人力物力科学家拢去投资咧研究星战，因为惊讲伊伫这个太空作战会输美国，因为一般的核子的这个恐怖平衡已经双方拢唔敢乌白叮当，但是伫太空这部分，煞美国惊到头前，所以苏联。后面几起几直追哈，结果说开伤侪钱，伫这个军事费用顶啊，造成这个苏联啊，纽西兰欠收，即马买一个面包排队排几啊点钟，所以造成因的这个生产效率作低，所以伫1990年迄阵开始崩盘，苏联解体哈，啊，这就许星战计划甲拖累的。雷根创一个虚哦，伊都阿未做甲遐敖，就放笑就讲我已经发展什么镭射武器，其实即卖镭射武器是到3年前才正式成军成功哈。啊，即卖上新的就有迄个轨道炮哈，镭射炮、轨道炮这，这呢对飞了哈，司令部的部飞。那么中国伫2010年，较咧。在太空的太空舱对接，哦，人已经40年前的真正人直接登陆月球，因到今年要搁咧太空舱对接哈。好，那么台湾有人讲，经过多年来民主选举了，渐渐变作主权独立的国家。好，咱来检讨看嘛，这个国际上无这个法源。国际上嘛无这个先例，那么台湾这个战争在还未形成，所以主权还阁抵押伫美国手里，吼、哦，等于讲日本天皇台湾平和的所有权证，即马暂时抵押伫美国的手里，但是顶悬的名无办过户嘛，吼、哦，嘛是还阁日本天皇啊，只要咱日本武功呐，把这个战争在行，吼、哦，就当依照琉球模式，咱就当回归。大日本国，好啊！美国讲台独代表战争，也就是讲头拄啊，这个战争在你那无用，你袂使，吼、哦，袂使大主大的，吼、哦，要讲变更这个土地的主人啊、哦。好，咱来检讨讲大日本帝国伊的范围啦，吼、哦，甲新日本国，吼、哦。大日本帝国就是只红色的这种事，吼，包括韩国、台湾，甲这个南沙群岛这边。南沙伫日本时代讲的新南群岛，新发现的最南部的一些群岛叫做新南群岛。那么即马新的日本国哈，依据这个波茨坦宣言哈，就是这个北海道、本州、九州四国哈，这四块大岛呢。那么
因为安尼前吼，伫即个战后麦克阿瑟主持之下，吼，要求日本修改宪法，或者和平宪法规定，日本干来定保有即四大岛甲伊周边的一挂附属小岛。那么，佮规定讲，日本的宪法内底规定日本无宣战权，哈，嘛袂使有军队。啊，这就是新日本国甲大日本帝国的差别。那么，新的日本国，伊伫1950年4月28日正式脱离大日本帝国，伊加入联合国，对吧？4月28日是旧金山和平条约生效。啊，等于迄阵呢，新的日本国正式脱离大日本帝国哈、啊。那么，伫1956年的12月18日，这个新日本国加入联合国来自治。啊，讲较白，讲较歹听，等于伊叛离日本天皇，叛离大日本帝国哈、啊。已经唔是头拄还规个红红的吼，跟他剩迄四块大岛哈。好，即卖日本政府是一个自治政府呢，哈。好，那么什么人才会当讲台湾人？哈、哦，第一讲认同台湾人，哈、哦，认同台湾的人，哈、哦，也是爱台湾人，也是住伫台湾人，也是有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人，也是以上皆非。恁的看法安怎？以上皆非，哈、哦，那安尼恁头壳算清楚的。咱来检讨讲。认同台湾的，那认同台湾的人就会变作台湾人。好啊，中国人足侪拢认同美国呢，拢要移民去美国。啊，因认同美国，安尼应该拢美国人，唔是嘛？哈，爱台湾的人就台湾人。哦，我讲胡锦涛、温家宝，拢嘛足爱台湾的，应该台湾人，唔是啊？哈，啊，住伫台湾的就是台湾人吗？遐难民，遐中国人呢？1949年来遐，遐中国人是中国难民，啊，因住伫台湾呢，包括即卖已经生差不多3代伫台湾啦。哦，遐拢嘛要袂，那以后咱民政府即种同款，伊若来请身份证，伊敢来摕着 CE， 那咱本土台湾人是 TW 的身份嘛哈，啊，那因是或者 CE，C 就是 Chinese 中国人 ，E 就是。一载的流亡，对难民的意思，哦，因为这样提了难民证，哦，啊，提中华民国身份证，这咱拢被逼暂时提中华民国身份证，但是因中国人提中华民国身份证，因嘛唔是台湾人，哦，因是中国人 ，OK， 好，啊，拄啊讲这个，哦，你若分类，都要提到这个，你开张伫民政府内底做公告人员。才有参选权哈，啊，若摕到这个身份啊，摕 CE 的无参选权，伊袂使让你投票。所以以后台湾的事务，就是由咱有 TW 身份这人来决定。哦，咱要公民投票，就是要有摕 TW 身份人才有资格去投票。哦，安尼以后就无咱哩对抗啊，拢咱本土台湾人咧决定台湾的前途、台湾的未来。啊，这个公民权利法，咱头拄啊要发头拄啊迄个身份证，哈、啊，就是爱靠这个公民权利法做法源。有这个法源，唔开当依法来发证，哈、啊，依内底规定啊来发证，哈、啊。我是台湾人，唔是中国人，啊、所以我爱台湾，我摕台湾政府发的这个身份证，咱唔是爱摕。摕这个咧，摕这唔对，摕这代表咱是中国人，你就要摕这边这个，才是讲叫做本土台湾人。好，那么台湾有两种哈、哦，咱一般咧讲感冒药，湿湿有两种，台湾毛两种，啊，咱来分贴看哈、哦，这个是政治的台湾。啊，这你啊看，政治台湾就即马目前，较早叫做流氓政权哈，即马伫台湾管理法内底讲叫做台湾独立党国，伊个上司美国在台协会就是 AIT， 伊个上司是美国国务院，佮起个是美国总统。
过来，法律的台湾啊，就是咱台湾民政府，伊的上司是美国台湾军政府，顶管是美国国防部，佮起哩是美国总统哈、啊。那么法律的台湾这边所讲的是一板一眼，好、啊，袂使歪错。这边政治的台湾，你知影讲，诸葛前讲的。政治是高明的骗术，对，会当讲圆的，会当讲扁的，会当说圆点扁，吼，讲见人讲人话，见鬼讲鬼话，就是政治。这边你看，中华民国拢乌鲁木齐在乱讲，吼，即马那何康呢，就拢讲因中华民国，哦，中华民国跟哪一个国家建交，啊，那断交，台湾与某某国断交，派康就拢用台湾的名。好康啊，拢用中华民国名，好、哦。啊，即马咱个吐槽了吼，伊即马敢若讲俄国，什么拢讲俄国啊？哈、哦。那么，我对咱本土台湾人有真大的寄望，哈、哦，甲期许。那么我定个这张树啊，伫台南的成功大学内底迄丛，哈、哦，足大丛，吼、哦，我行落下骹，真正有够大丛。哦，差不多咱这间教室的两倍哦，哈、哦，迄、那个树荫啊，你徛伫遐，你就感觉讲吼，这日本人真啊足厉害，一定把这张树啊留落来，哈、哦。因为成功大学是较早台南工学院嘛，哈、哦，迄、那个工业学校。那么这张树啊，日本时代就有啊，哈、哦。啊，这张我甲即马甲当作讲，伊是像一个国民党。啊，土甲即块地，台湾地，你看，伊安尼利用伊黑白两道吼，伫、哦、台湾盘根错节，跳啊卡安尼拔一堆，深入咱台湾各个阶层、甲吼、甲基层、啊、甲各行各业，伊带咱台湾土地安尼，树会咱台湾人会官安尼，甲国民党饲甲安尼遮大只。哦，那种哦，啊，咱有三明治哇，哦，咱有三立电视台、民视、自由时报，哦，咱不是拢咧个批评国民党，但是这我个当作敢若大张树尾咧做红胎尔，敢若可能一挂树啊，歪细歪会扫了草会大，还是修啊长，这张树啊无解着。那么咱台湾民政府，咱咧开这个法理研习会。咱是咧挖伊个树仔根，咱甲伊个树根甲斩无断，咱依法律吼来甲树仔根斩无断。啊，即丛伊若树无养分去，即丛家己就爱打死啊吼。所以咱毋通看轻家己，咱安尼敢若用法律告美国，美国就爱，互美国个法院判决了，美国行政单位吼，白宫、国务院。就要配合美国的法院的判决来帮助咱本土台湾人。那么，这个台湾真正有水啊！哈，啊，真可惜，就是讲水人无水命，咱一直拢咧做人的基地。哈，荷兰来，荷兰的人来统治台湾的时，伊甲台湾做一个贸易基地。哈，在台湾。吼，叫咱遮原住民去掠鹿啊！吼，伊要爱鹿啊皮，因为较早也无啥物好个防寒的衣物，拢爱用鹿皮来做皮衫。吼，所以鹿皮迄阵台湾的入口比人口较济。哦，迄阵的入口就一两千万啊！啊，迄阵的台湾原住民，迄阵统计可能六十万尔。啊！叫这六十万的原住民拢去掠鹿啊，取鹿啊皮，和荷兰人再去日本，吼、哦，较北方的所在、较寒冷的所在去卖，真好价，因为南北货嘛，哈、哦。咱是台湾的，算较南边，啊，甲南边这物资送去北边寒冷的所在卖，会当卖足好价。咱你看，这个高雄的有一个三凤中街。也有在咧卖这个南北货，啊台北伫底，
后尾只站迄叫啥物所在呀？迪化街，吼、哦，咱拢讲南北好，咱毋捌听人咧讲东西好，东西就是不是什么好的，因为东边甲西边这纬度拢同款，你只有咧生产香蕉、莲藕山啊，啊，同这个纬度的都拢有，所以你甲这边的香蕉要送来这边卖香蕉，无采运金啦，计较同款啦，卖什么好个？但是南北。我才有金蕉呢，啊！你日本就无法度种金蕉呢，吼、哦！所以咱的金蕉卖去吼，日本做好个。啊，日本的另一个也是水蜜桃，啊、哦，早期咱关山无开垦，无咧种水蜜桃，无咧种苹果，日本苹果来台湾吼，迄、哦、是偌好个咧。迄阵早期我做囡仔，迄阵这个雷山的苹果园吼，拄、哦、啊开始咧开垦咧种俩。阿袂真正种出苹果。我第一下食了日本苹果吼，是啥物原因食着呢？伫我做读小学吼，差不多三年迄阵，啊，我迄阵伫阮迄阵，我算囡仔头王，啊，我带一群囡仔安尼四界咧，那放学就是咧佚佗，放风筝、钓四壳啊、抓鱼啊，创啥？啊，一天去到一个迄个天然的池塘，啊，真阔。顶下有一挂水鸭，我就带到后壁五六个对着我后壁，我来，哦，迄鸭啃看会到未？三只头啃，我带头前啃，啊，因伫我后壁啃，结果后壁一个吼，迄阵两公的土著，一头三个抓啃的时候，我头壳啃落去，好，只空作外空，好飞了头，我啃着真正火冒金星对啊，好气狂，好，我拢徛袂住，拢鼓落来。啊，回老了啊！我迄阵敢若穿白的，白色内衣啦吼。好啊，红起起，安尼规拢老了。后壁迄几个就两三个开始哭啊。啊，即我着手等较好、较清醒的时起来，行转去阮家。我妈妈着载我去护医生顾。啊，顾好了，我妈妈伫个火车站头前爬起来领我。吼、哦，迄真正有够香个，啊！迄个冷锅，阮规庄可能原来拢无人食过。迄个片冷锅毋甘食，拢用片个呢。规庄土，阮遐同学片，大家片了拢流烂。我是因为安尼受伤，较食着冷锅个。吼、哦，迄苹果的滋味吼，来、哦、代表讲迄当时台湾人个生活就是那足个吼。那么即个荷兰人。来台湾，因为种甘蔗吼，迄蔗糖迄阵吼算奢侈品，啊，所以蔗糖也赚得多钱，所以咱变伊个贸易基地。电线工来，咱煞变伊反清复明的基地啊！哦，完了叫咱台湾人要甘伊做伊反清啊！啊，换大清来了，因是算甲咱遮当作伊捞钱的基地，因有一句话讲三年干。两年满，因迄阵清朝介惊讲你来遮做伤久吼，所以干那会当来遮就任三年，还阁随转去换新的官员来。啊，所以因知影讲来到遮，家眷拢袂当带来，爱独身一个，无惊拢待下伫大清迄边。啊，所以因来吼，就赶紧讲趁会当外国的时间赶紧歪，所以三年。个官干了两年，伊就落底啊，底个满满满哦，三年官两年满，啊，就准备要登去大清啊，吼、哦，要换房啊，哈、哦。所以因两百几年来无好啊，甲咱台湾建设浪费近两百几年。好啊，大清迄个日本甲午战争拍败，甲咱挂念哦，日本永久挂念。那么日本人来，伊有想要好啊经营台湾，但是。遐个军国主义的军人有野心，啊，所以这五十年来，咱建设了煞变乎日本当作南进太平洋的这个前进基地，吼、哦，咱一个做人的基地。李主建后，日本投降，结果换麦克阿瑟叫蒋介石来，啊，这中国人来，你看。伊国共内战失败，退来到台湾，我即马阁招咱台湾人要阁反攻大陆，
这复兴基地，一个是基地，所以咱一直拢咧做人的基地，真可怜哈、哦。所以讲，虽然无虽命，因为台湾嘛会使讲是真正是宝岛啦哈、哦。啊，物产丰富，哦，你看咱台湾的水果世界有名，全世界要找这款纬度无沙漠化，啊，搁后关山会当种这个寒带水果，啊，这个高屏地区。会当种热带水果，咱即马屏东这边原来会当做种榴莲出来啊。以前捌日本人伫台南有位南洋用这个呐榴莲来种伫台南，啊有一挂种伫，互农民去种伫田间试验，啊这农民伫家己厝边吼，原来有种。啊，即嘛种拢伊个话挖发水平的吼，爱拄着虫蚊啊，爱着逐年着爱修剪啊，无拄着虫蚊风台来，甲虫蚊弄破，吼气个，种几啊年拢袂生，啊起码要枝啊啥嘞，早嘞着较旧，旧即嘛即个红树啊阵倒嘞碰着迄个，哎，脱嫩两粒迄个榴莲蜜，啊青青煞嫩，啊种要几十年拢袂生，啊即嘛甲旧长个较知影讲。生两粒啦，无用固冻去啊！伊认为讲啊，遮可能气候袂啊，伤冷，因为台湾呾到寒天嘛真冷吼。所以足侪代志，有时啊拢含咱所想的无同。台湾好在才是宝岛啦吼，和国民党大只歪哥歪68年，台湾还袂倒吼，所以真正是宝岛。那么这个报道需要咱台湾人哦做来听堂。啊，你来看，这电源我若无讲吼，你可能唔知道，这是一个人造的建筑物哦哈。因为你若天然的拢较曲线，到遮它也拢平哦，这种平，这就是满洲的东边哦，恒春满洲哈，东边还有一个。这个做九鹏湾哈，九鹏飞弹基地，哦，咱的飞弹来要试射，包括因新加坡因家己发展的这个飞弹嘛，爱提来只试射哈，所以才算一个基地。啊，咱拢咧定咱做人的基地，所以真可惜，台湾人，咱咧拍拼，大部分拢受到外国统治啦哈。那么，这所有外国来统治的。有真正好啊，甲咱建设，甲咱好啊，教育的，就是咱的日本母国，吼、哦，所以日本会当伫真短的时间，明治维新了后，我、哦、差不多30年的时间，就会当脱亚入欧，伊就是讲要脱离这个中国这个奥思想哈、哦，这唐人这个思想，因为。中国人所讲的孔孟思想是上隆昂的思想，是数百人的这个思考能力、独立思考能力的一个思想。哦，伊拢用什么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，有无？啊，君君拢因中国人咧做皇帝，啊，拢咧做咱拢做臣民，啊，倒下来服侍于这个皇帝。所以因中国人来台湾，拢是咱台湾人，从阮爸爸的妈妈因一代，布条啊。出这个稻米来交予因中国人食，啊，咱拢食这个番薯签，食番薯哈。啊，过来父父子子，因拢做老爸，啊，咱拢做囝，咱做囝就爱趁钱来饲老爸，好、哦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，你注意看，所以因的教就是拢，把老百姓教育做奴隶，拢来趁钱咧。你饲因安尼，哦，所以你即马看，即军公教，中国人拢咧照顾即组人，即等于个铁票部队，吼、哦。啊，若选举，即个人军公教，尤其即个教育，伊甲咱台湾人拢教育到有一半拢变做中国人，吼、哦。啊，即足可惜嘛，吼、哦。竟然15%个。中国人呢，无到15%的中国人，咱85%的台湾人选举会选输，啊，这真正是咱台湾人的耻辱，嘛是台湾人无这个台湾族群的意思，去用教边讲去认同中国人，
爱家己是平埔族，平埔族拢许汉化去，吼，拢讲啊，咱你看咱的姓拢中国姓，所以咱是汉人，大错特错。包括最近上夯的，有去看康龙，康龙这电那个电影，也就我看有几个去看，拄啊一个了。这片电影你来去看，但是伊内底有一个讲法唔对，就是讲，伊讲。这个棒球队有三个人，三种种族哈，一个哥沙族，一个汉人，一个日本人所组成的球队，加以农林学校去日本的甲子园，第一届去就拍阿军回来。伊内底所讲的这个汉人，其实就是平埔族人呐、啊，不是汉人哈、哦，是平埔族人。你要先有这个了解哈、哦。好，哎，今仔时间的关系，我讲到这，多谢各位，谢谢。啊，各位同学，咱即马下课休困10分钟，下课休息10分钟。